为了这个盒子买里面的巧克力，650，吃完盒子就是我的了。我们坐香草航空要到四楼出发口，在关西机场的 T1 第一航下，现在要到四楼出发，然后找香草的柜台接引。现在坐电梯到四楼，发出去了。然后经过这个贴满樱花的通道，我们继续先出发，找香草航空。香草航空，哎，看一下，看牌子。13到18。香草航空 JW179 7812，然后7812就是西，就是西柜台12个窗口。这是关西机场，看起来蛮漂亮的。这是乐桃，要自己刷机票。哎，这个不是乐桃，是自动签印柜台。刚刚到西柜台，7812到了香草，要签印了。JW179到台北。关西机场渡关之后，里面的免税店，走走逛逛，等一下到26号登机门坐香草航空回台湾哦。好，就这样子，拜拜。为了这个盒子买里面的巧克力，650。吃完盒子就是我的了，还有买那个，帮我拿那个晴空打 Tokyo 的香蕉面包，是如何呢？12800，此商品台湾不能使用，那干嘛叫我们买呢？我们要去26号登机门了，从这边坐上他的接驳车。里面还有扭蛋机，是怎样？真的要把我们的钱掏空空，才肯放过我们回台湾？饭锅好吃，带回家。那么贵啊！非常感谢大家把影片看完，那金板神自由行的影片就到此为止哦。那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，那如果喜欢我影片，请订阅分享及按小铃铛哦。就这样子，拜。
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订阅、分享及按铃铛。我会在每周不定时推出新影片，我会带你去很多好玩的景点走走看看，就这样子喽。记得点赞、按赞、分享、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知道，因为这就是个 YouTuber。好，就这样子哦，拜拜。